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比肩温度粉丝团的版主嘉玲，这是我和 Yota 合作的第八堂线上课程，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古典优雅与轻松简单的原子笔花体字课程。想学古典花体字，却对蘸水笔特殊笔具感到陌生困难吗？现在有更轻松简单的入门书写方式，就是大家最常见的原子笔。只要利用简单的书写技巧，原子笔也可以写出优美的线条粗细变化，轻松写出古典优雅的花体字，运用在各种邀请卡、生日卡、手账都非常实用，是我上实体课非常受欢迎的手写字体。这堂课会从选择适合的原子笔开始，然后练习各种基本线条，透过线条练习，学会掌握线条粗细变化的力道与技巧。接下来会进入最重要的字母书写练习，我会用独家的拆解教学方式，将字母根据不同的笔画分成不同群组，让大家能够轻松快速记忆字母的结构与书写方式。学会字母的书写后，课程会进入最精彩实用的连写教学、单字书写与进阶字体拉花装饰的技巧，让你的字体更有设计感与艺术感。将这些字体书写练习融会贯通后，课程还会示范原子笔花体字的实际应用，利用原子笔花体字结合不同的媒材，完成三种不同主题的装饰卡片。这堂课程我会提供完整的 PDF 教材给大家下载列印，只要跟着影片教材描写练习，即可轻松学会原子笔花体字的书写技巧。想要写出一首优美的古典花体字，其实一点也不难，拿起最熟悉的原子笔，一起感受花体字的典雅浪漫吧。